请问总统敢有特别费？我相信无人敢讲总统无特别费，因为副总统有特别费，五院院长有特别费，各部会的首长嘛有特别费。何你讲是警察局的局长、分局长、派出所的所长嘛有特别费，学校的校长嘛有特别费。家家的典狱长、看守所的所长，伊嘛有特别费。只要做甲主管的公务人员，全国有差不多6000-7000个公务人员，拢总有特别费。你讲伫公务员内底，职位上界悬的就是总统，伊倒有可能无特别费咧？只不过原来叫做特别费。尾啊，老蒋的时代，1963年啊，伊改做国务机会。伊讲若无安尼，总统的特别费，甲一般的公务人员拢总共款叫特别费，安尼就无特别啦。所以呢，伊搁啊加两字，改做国务机要费。但是长期以来，拢总是甲特别费共款的性质。免怎来领，免怎来报，怎么样的申领，怎么样的一个捷报，完全跟特别会是一样的。不知是行政院过去国民党时代的主家长，还是阿扁时代的主家长，去到法院来作证，拢总是讲共款的话，国务机要会。就是有特别费性质的一个费用，免抓申领，免抓捷报，完全共款。总统府做过会计长，不管是李登辉总统时代，还是阿扁的时代，去法院作证，嘛是讲共款的话。国务机要费就是总统的特别费。国务机要费是上届早的特别费，在中国大陆时代就有总统的特别费，全国只有一个名，就是总统。尾仔慢慢啊扩大，来到台湾，扩大到五院院长，刷了个部会首长，刷入去，一直到即摆呢，有6000-7000个做主管的公务人员，大家拢总有特别费。所以，国务机要费是上届早最早的特别费，也是最特别的特别费。伊特别哩对，一般的主管有特别费按白贴，请假都无搞到，可能罚款。但是，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特别费，伊会当用伫机密外交，因为经验未少。金额在蒋经国的时代，也是咱李登辉总统的时代，起码拢有5000万以上。一年5000万，一直到阿扁的时代，慢慢啊，互因抬，减到剩3000万。马英九时代过来恢复，不管多啊少，性质。都是特别费，所以呢，总统的特别费，甲一般公务人员的特别费，既然拢总是共款，为啥物尾仔的处理变作无共款？我手头共款有一本册，台湾。危机解密，第220页，这是2008年6月7日，也就是咱蔡英文主席打就任拄啊好1个月。AIT
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杨书记来拜访蔡英文主席，去问到对着民主进步党官员有真多不当使用特别费的贪污指控，问咱蔡主席有啥物意见？蔡主席讲，国民党嘛是面临同款的批评，这毋是贪腐，这毋是贪污。真正的关键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。问题是立法院是不是愿意来修改法律，来厘清特别费的用途和地位。蔡英文进一步又说，前总统阿扁的国务机要费案可能也是属于同样的性质。这是我们蔡英文主席就任一个月向 AIT 的处长杨书记所说的话。所以蔡英文主席伊嘛是认为有关特别费的争议，包括用别人他人的发票来申报这款的争议的问题，不管是哪个，不管是哪个，不管是伊的官职甲偌大，有包括司法院长，有包括法务部长，嘛副总统、行政院长，这些部委首长，甚至连一个中央银行的裴总裁，大家都丢掉。所以蔡英文主席讲，这不是贪污的问题，这不是犯罪的问题。这是制度性的问题，应该要修法来解决。尾啊，马英九总统开了后，透过立法院因多数来修法，经过调解的协商，修改会计法99条之一，将所有6000-7000个公务人员的特别费全部拢总拄做，包括马英九的特别费嘛是拄做。春节的阿扁啊，的国务机要费讲这毋是特别费，未使拄做，安尼有理无？安尼有理无？